致歉哈，因为刚刚在行政院刘院长刚开完全国科技哈产业的那个会议哈，所以来的比较晚哈，抱歉哈。那我是盆栽协会理事长，因为现在全球暖化，所以目前这个如何让我们的地球来多增加一些那个绿美化，然后让全球暖化的议题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民都需要重视的哈。那我们这个协会确实跨领域哈，无论是就像我们刚刚去开会的一样哈，我们这边有经济部，有文建会，然后以及我们的内政部，那我们所有的理事室以及我们的所有的会员，真的是跨部会、跨领域的。我相信我们这个会的成立哈，今天是历史的好日子哈。那也祝我们所有祝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理事室以及我们所有的会员哈，在加入我们这个会的时候，未来我们无论是在经济方面、艺术方面、文化城市领域方面以及科技领域方面，我相信我们这个会绝对是扭转乾坤，让我们台湾向前一点。谢谢。